王宏很帅啊。哦，不敢相信。我觉得站在嘉凯旁边，就是不要想当自己帅了。我是蛮紧张的，因为今天穿了一个高跟鞋，我很怕自己会跌倒。我以为高跟鞋是迷你的，没有，我是还好啦，因为就是来颁奖，就是来当参加 party。不敢不敢，就是来金曲奖颁奖好玩，然后跟嘉凯合作唱歌好玩，就是这样就好了，很满足。刚刚访问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要做一张舞曲专辑？哎，我开玩笑的啦。很期待哦。我很希望清风可以大满贯全胜。哇！加油！他不需要加油啦。对。但因为他做的专辑很像艺术品，我觉得希望他可以让大家都看到这张专辑。你们要思考一下，就是你帮你妈妈制作、帮她录音这件事情，然后又是比利姐，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妈妈，她是比利姐，所以。作为一个制作人，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就他有各种因素让我必须要把这个最好的作品给他，所以在制作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。所以这么多年为什么他一直叫我帮他写歌我都没有写，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没有那个把握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一次能帮他制作然后入围，我觉得已经是很开心，因为这个是属于我才有的机遇，就是可以帮自己的妈妈制作，对，帮自己的妈妈打造，所以我今天是觉得很开心的。讲短一点的，让我讲，讲短一点。好，你讲，你讲。没有这首歌，比利卡里嗨，真的一般是做不出来的，因为你们一定要知道，这首歌是70的东西，是 funky 跟 soul。然后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文化的舞蹈，你看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唱，大家都会跳，所以你这么年轻的人，他会来做这样的音乐，就是因为他听很多我那个年代的歌，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啊，比利卡厉害！我其实没有想太多，对，我没有想太多。然后当初我其实完全不知道有报名。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，完全脑海也没有这件事情。然后我是公布的那一天起床，然后就有人传讯息给我说恭喜，我完全不知道什么事情。然后我就一直看，然后有人 tag 我，我才发现说哦，有报名，然后我入围了这样。所以其实到现在我都还在消化这件事情。对，